你疯了吗？这才几点啊？姐妹，大新闻，20分钟内我就要告诉你，你快来，迟到1秒我就不聊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大新闻，闻到了一股八卦的味道。涂个胡萝卜色的口红吧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大新闻啊！这个猫看着有点面熟啊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我也知道我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是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这只猫就是许泰伦那个渣男和他的粉丝小三一起养的猫，就这么简单啊？许泰伦被禁赛了，没有心思养猫。我们队长就把他从 DQ5 给接过来了，给没给钱我不知道啊，就是昨晚的事。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小葱，因为他也是我的猫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一只猫为什么会有两个主人呢？答案就是，我和队长之间有了不可描述的关系了。What？就是这样了，什么？就是这样。Excuse me, call 什么？冤户 Chasman， 别嚷嚷，别人还不知道呢。木兰，可以啊你。山头那方敌军未退，电竞大业尚未统一，你就先把陆将军给睡了。还没睡，还没睡，还没来得及睡。你个心机狗，你还挺遗憾啊，是不是？你小点声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考你的清华博士后啊？听到空气中啪啪的响声了吗？那就是你被打脸的声音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昨天突然说到这茬儿，而且我们的队长还拿猫套路我，我一下没把持住就答应了。但是现在还在试用期啊，我们队长说了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